我4000万血点，点40次，一次差不多要点200万，点15分钟，点20次，20个15分钟等于300分钟。4000万血点，我要点五，要点多少？5、6个小时还是5个小时？我他妈打这点打这些血点，我光的搁那点血点，我要点5、6个小时。对，要点6个小时，光搁那点。15分钟200万算是很快的速度了，我跟你说。因为我之前下播之前我点了一次，我200万血点，我看了一下，我点了17、8分钟点完。啊，你不修机啊？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我直接拿工具箱修了。你看嘛，就刚好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用工具箱修，就这就没了。他刚才走了，他要拿个手雷去给人家薅下来，还，他还要去雷人。这种是最那个的，机子快开了，你又不是满血的。又不是要减员了，你去搞一波这个天灾勾一挂，这大盘机空下来了，裂开，节奏炸了，前期就完了，被针对了。那根不是天灾勾，他应该不会挂这根钩子了。看啊，这边，他俩还在合修的。这样打的，真打到了。哎，你打我一刀你就亏，你打不打？你不打我在这搞你。我操，哎呦，没丢到，还好。你要是挂到这边来，刚好猜到；挂那边就猜不到了。完蛋了呀！这有点尴尬呀，兄弟。你肯定是被针对的。我给他摸好。不追了，回来了，但是我能摸好。哎，我靠，完蛋了。不过他有非正式调查，没事。
are nearly postponing.要换人了。不修机，我看你有几个麻。哎呀，这个人有点搞啊。哎，这种祝福应该不能叠加吧，就是两个都堆到一起的祝福。又被发现了，这人。感谢关注哥。哥们，你这波怎么说呢？我想去保他，但是这四楼拿手电又要保他，我只能修机了。我修机，这个人又要死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我要去保那个凤敏。我操！四楼还是没修机啊，他不是在那摸了吗？他摸好了没修这台机啊，这逼。哎，他重新修了一台，顶级操作呀，这是。他在大法摸鱼。这机子很好修的。不对，这大法是昆丁。算了，我跟昆丁两个人玩好了，我不理这个四楼了。我跟昆丁两人玩，我去那边修。你要是身处于昆丁，昆丁也不是个。哈哈，他也刚才溜了好一会儿的，那机子我不要了，还要吃爆发。感谢 SAN， 感谢老板的订阅啊，感谢。我去，这样子炸。
说实话，他要是硬躲那个威斯克，硬找他，就无脑找那种，可能还能，也不一定能找得到，找不到。他追了，但是那机子不知道爆发有没有上啊？你看他又不修了，防爆发？你这么秀吗？他没有天灾钩吗？快快快快快！这根钩子，这根钩子，这根钩子，快快快！哎，你还真是个祸害啦！这种有用，知道吧？拿手电是真的没用。你看我现在都不玩手电筒了。这不得换人？哎，这板子没了。我操，门没拉开。笑死。